洗了，今天洗来到的时候，谢谢大家的准时收看。马上呢，邀请到我们今天来吃五星级好料的好朋友。是的，他们是一出戏的阵容啊。嗯啊，好，欢迎花花、夏雨欣、谢祖、Melody。Hey。你们都有演吗？有，全部都是阵容。对对，都有演。我现在工作环境非常舒服啊，真的，每天至少都会在一个风景很优美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，是不是？跟之前拍戏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。演你太太的是谁？夏雨欣啊？啊不啊，Melody。你为什么始终想要跟他这样子做一些接触？是不是因为在戏里面我跟他有一层很微妙的关系，这种微妙关系又不方便戳破。对，也算小三吗？我觉得谣言止于智者。你只需要讲剧情就好，跟谣不谣言无关啊，不是聊私生。你认真的，你认真的。对，谣言要止于智者，但是这个薄膜、这个神秘的面纱又暂时不能揭露。这是我戏里面最美的太太 Melody。国家是战国，这是战国，这是第一次担任男女主角啊。对呀，男主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拍戏了，我很生疏啊，我要谢谢小五哥照顾我。怎么会呢？演的超好。哪有？你怎么都教我演呢？哎呀，没有了，我哪敢。花花姐，花花姐，五哥，不要觉得，不要看预告就觉得你就是在做自己耶。没有，就在家里会一直。你有觉得我在做自己吗？哦，我必须要很诚恳。我有什么干什么？因为我跟他合作的经验，你知道吗？英文跟我们不熟，我们一点都不熟。我觉得他的表演中带有很清新的感觉，但是不可否认，每个演出难免都有自己的成分在。他成分是好自在哦。啊，对，我觉得我就是要讲这个，他演起来会很轻松、很自在。对，八大是不是啊？是八大中国台 HD 频道。是。好多。然后什么时候开始？3月24号，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上，哎呦，8点。是的，我家是战国。希望这戏3月24号受到大家喜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个马上呢，有一位师傅啊，你们今天来呢是这适逢。适得其所啊，他是难得来，他有像年兽一般的那种英姿，真的、啊、年兽上马上要放鞭炮的吧，感觉摄人心，谁呀谁呀，年兽帅惨，我帅哥啊，哪里小王，我年兽在哪里，年兽开笑的时候，把他拉着，可怕好可怕啊，他马上欢迎他带来的8分钟两道菜，王府力师傅，谁哪里哪里，有我。料理界的柯南，今天我们大概8分钟两道菜，是做两道，很厉害。我们现在先听菜名就好，他们还不点，还不单纯。嗯，第一道菜菜名叫做，我今天要带大家到欧洲一趟。哦，哇，欧洲8分钟哎，一道是西班牙海鲜饭。海鲜炖饭的地中海风情，大家应该都吃过。第二道叫做，第二道是我们的奥地利的酥皮苹果卷。奥地利酥皮苹果卷。分钟计时开始。好，我们先做苹果的内馅，我们就苹果丁，然后加葡萄干，然后它里面跟不一样是我们有加一些坚果，核桃、松子。哇，哇，这就精彩了。然后一点肉桂，肉桂粉，肉桂粉增加那个肉桂的味道。肉桂粉一茶匙就够了吗？肉桂粉。微波1分钟。微波1分钟。对，刚才那个比例，那个苹果是大概多少的苹果？大概2颗的苹果。2颗。对。然后做任何的煮或腌制动作吗？有，它是用糖煮过。它那个是现对，哦，它现在说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说的是那个奶油。哦，奶油。奶油。奶油。那块布是什么啊？那是布吗？然后这个是酥皮，酥皮。对对对。这是现成的。现成的酥皮。这是谁说的？撒一点那个肉桂加糖，它肉桂加糖和在一起。那我把它再一层再一层这样铺上来。小王，小王，小王去哪买啊？酥皮的话，超市或是上网买。真的？这么大一片哦。我不要。你耽误人家时间了啦，这么多啊，你没有弄奶油啊，它会碰，哦哦对对对啊，对，一层我让它一层一层有糖还有那个肉桂的味道，哦，了解了。OK， 好，酥皮看起来好硬，酥皮是酥皮啊，你把它想的洋葱也是一层一层的感觉哦。哦，好了，颜色来说，这个好热了嘛，抓它，你看手这样，好热，你手可以拿哈。那你刚在里面多久？说1分钟，在1分钟，1分钟而已。哇，料很多耶。你刚刚的苹果大概是用水用加糖煮了多久？加糖煮大概30分钟，然后一边酱酒有没有啊？有。有这个皮这样子就好。卷这样子之后，哎，不要太多。小心。哇，好好玩的，像两斧。对，然后我就把它两边稍微压一下，是压一下，我们可以把它折起来。
哎，你要快，时间在走哦。哦，你还另外一道还没动哎。对啊。然后刷这个。来得及吗？糖。刷什么？海鲜饭。对，奶油。再刷一次啊。奶油和糖啊，放上去。外层要再弄一块。哦，好。我要去烤。他为什么感觉很不紧张啊？结果。哎，烤多久？烤多久？小王加油。什么温度？什么温度？220度哦。220度上下哦。对。五分钟。超五分钟就可以。第二道菜了，第二道菜哦，还有五分半呐、啊！哇，时间很充裕。还有五分半是？第一道菜只花两分半就已经 OK 好，开始放下去。好，去壳的，对，去壳留头尾，这壳保留了头尾。对，这个下去之后呢，后抽，后抽，套 Q， 套 Q， 没有套 Q 用中卷也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要加什么料都可以，自己喜欢海鲜料、生料，然后蛤蜊炖饭。哦，你是海鲜炖饭吗？海鲜饭不是炖饭，然后误会，误会，那种误会，洋葱蒜头，对，来不及，哦，有香味飘，锅子一定要热，哦，有鲜肉，一开始的锅子一定要热，哦，它才会缩短它的时间，对，烤香之后呢，我们家开了，我们的姜黄，姜黄 ，turmeric， 这边要做骨头，做锅巴的，然后匈牙利红椒粉。我们要把这些香料炒香，这些都要将近一汤匙啊。对，我们加点彩椒丁、黄绿红椒，然后豆豆、甜豆仁、甜豆仁，再来，还有四分钟，时间剩一半。我们加白酒，白酒最后放。这个呢，海鲜呢，我们稍微让它煮一下之后，它会熟。料好了，料好了，料好了。那我现在要处理我们的饭，我分开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分开处理。是，我饭还是要让它炒一下。你刚刚的白酒下了多少？大概100cc 的。对，100cc 啊。然后一样，姜黄吗？姜黄粉，黄姜粉。对。所以要饭要黄黄的，匈牙利甜椒。然后盐巴胡椒。啊，你那个蛋菜，蛋菜等一下，我们这饭稍微蛋菜已经熟了，对，炒了炒了大概这样一粒一粒这样子分开之后有颜色了，嗯，之后呢，我要再把我的这个料海鲜还有海鲜再放进去，海鲜放进去，铸铁，这就有锅巴嘞，锅子好好哦，这锅子有对，铺满然后铸铁锅，直接让它下去，铸铁锅，我也想要，你的那个蛋菜还没有味道啊。来了来了，大家吃鲜的哦。蛋菜要煮多久才会熟啊？其实我们买的蛋菜，通常买的蛋菜都是已经熟了。哦，对，蛤蜊汁，我们加点蛤蜊汁。这样很快会形成锅巴，水分在跟饭底下，有没有？很快烧干以后，锅巴就出来了。然后你先加盖，最后一分钟倒数。哎，好，这火锅还要不要用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苹果卷好了没有？好，苹果啊，对，苹果卷，这里面有人哦。他哎，英雄出少年哎，哇塞，英雄出少年，他的分数。到底要怎么看？来，苹果卷来了，差不多，好想吃哦。可是跟我们一般以为的苹果卷不太一样哦。像它一样是软泥啊，一样是软的。然后时间在走，最后我们用。厉害，哇，这招厉害！西班牙海鲜饭跟奥地利酥皮苹果卷，时间到，完成。太猛，刚好。各位，所有的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要跟我的同学变成死对头了。你们四位美女们，四大金钗，就选边站。好，选对了边，你们把东西都吃了；选错了边，你们就吃香蕉吧。我不要吃香蕉，我也不要吃香蕉。来，准备，请出题。题目是：奥地利的乡村有一个求爱的传统，当地的年轻女子啊，会在心仪对象的面前腋下夹苹果跳求偶舞。这什么？这样很难。如果对方有意思呢，竟然会 A 吃掉夹在女子腋下的苹果 ，B 两边腋下都夹苹果跳舞，这条蛇步吗？对，不然你要算。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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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刷刷。输了。我觉得吃掉比较寒。我觉得吃掉比较寒。所以你选择是 A。对，他选 A。四位中间选民，请选择。我选 B， 他选 A。你本来就选 B。我一看我就知道。你没关系，我们先比赛，没关系，我待会就跟你讲。真的还讲？好，那你好像很有自信哎。怎么办？我还是跟他是我先生，我想我先跟你永远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
我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这里我不想吃香蕉啊，做自己。贴到额头嘛，贴到额头嘛。可以改吗？没有，我真的觉得应该是吃掉比较有张力啊，比较吃掉有张力。对，我们模拟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两个有感情的男女。两个有感情男女，我对你有意思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表示有事，还是我对你有意思，然后两个人这样互相夹着苹果这样子，这好无聊啊，就像一个国标舞这样子，一个起源吧。可是这样子都没有。这样没有肢体上的接触，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既然你们喜欢混杂着汗臭味的爱情，可是穿衣服啊，穿衣服就不会有汗。我对五哥非常有信心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喜欢的苹果有狐狸的感受，但是。信心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喜欢的苹果有狐狸的感受。答案是，答案是，快点。奥地利乡村有一个古老的求爱传统，年轻女生遇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啊，会用腋下夹住苹果跳求偶舞。那如果男方也有意思，就会吃下那颗沾满汗液的苹果。真的，你看，人家欧洲人就是浪漫，还不浪漫？你不懂，吃一口汗就是浪漫。这就是，但我不要吃香蕉。这就是腋下如何的传说，对啊，的由来。腋下如何？我讲了。我们有微微的可吗？小王，我可以给你买1000块钱的那个海鲜饭吗？我今天身上零用钱只有1000块而已。丹妮，你很少来对不对？不是我很少。收费的柜台在一楼。就是像有些小兵们要先去缴费再拿那个的。对，这饭好吃吗？嗯，鲜。好好吃哦。哎，你喝好多久了？嗯，我知道是不是？对，输吧。而且里面它那个味道好，这个我觉得坚果很厉害哦，这个很好，感觉坚果好香哦，很整理，好简单的，对，这个在家里可以做，好吃哦。你们可不可以快一点，好吗？掌声鼓励，来，你们俩来。这样子，我跟你讲 ，Melody， 连那一根我吃，两根我吃，三根你吃一根，我吃两根，你 always 只要吃一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啦，你说我选一个字，你选，你选，因为我不认识英文字母。E。E。啊。E。So easy。遇到转弯就转弯。两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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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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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根。啊。一根。哎，他说你 always 要吃一根，所以这个一根你吃。我们这两个最后赢的人拿意见领袖奖，价值3000块钱的海鲜礼盒啊，棒哦！里面七星炉 ，OK， 慈母鱼丸，然后这个啊，这个好哎，对啊，意见领袖才能拿啊，好吧，那算了，好，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，OK， 所以。不能剩香蕉，我就能撑到最后。香蕉榨汁机啊！好幼稚哦，几岁？台湾养殖界的奇迹是嘉义来的好朋友七星鲈鱼，准备各位。传说中的七星鲈鱼，它是我们台湾国内最早第一种呢大量生产养殖的鱼类。是啊。这鱼种呢不得了啊，年产8000吨呢。哇。多。它主要的在养在我们台湾南部，南台湾的嘉义跟云林一带。嗯啊，这个肉质呢也算是我们外销非常重要的鱼种了。对，肉质非常的鲜美，而且营养价值高。大家都知道鲈鱼嘛，很适合那个就是术后或者是产妇他们吃，因为它营养价值有 DHA 胶质跟丰富的蛋白质。非常好，嗯，今天又来了这么多女性同胞，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需要七星鲈的安慰。是的，来交给阿吉师。谢谢，年产8000吨啊，七星炉。今天我们用这个七星炉成为我们的5星级的主食材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嘉义的好朋友啊。谢谢。菜名叫什么啊？就是七星拱月。哦，听起来好厉害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菜？我今天会尽可能保有它的原味来呈菜。那么，既然强调菜肴的菜名语义呢，我要把这个月亮的月给拱出来啊。所以我这边呢。我来做几个温泉蛋，现场现煮的啊，滚水下来啊，要多久呢？10分钟，哎，3分钟就好，3分钟好，水下了以后滚水下啊，啊，为什么要加盐？
它的那个是不是这样的？然后滚水下了以后呢，轻轻的就在这个动作给你做。好，你轻轻的去撩动它，轻轻的撩动它。撩动它的时候，外面滚水的水流渗透到蛋白当中。它的蛋白是水样蛋白。哦，蛋白。啊，你拉拉了以后，这个漩涡流的话会刺激这个蛋白蛋黄往中间挤。哦，蛋黄往中间挤的时候，可以保护蛋黄不老化。先滚三分钟，时间到把火关掉，那么锅盖，麻烦再帮我计时焖两分钟，啊，好简单哦，来一碗酱油，怎么这样多？来一碗的酱油，好完了，哎呦，一碗酱油一碗水，两碗水。这要干嘛用的呢？泡的，然后一碗的酒。他是谁啊？这个一碗酱油，两碗水，一碗酒。那么滚水当中，现在赶快放到冰水里头来。没破哎！哦，冰水里头来。对啊，这容易破。真的没破。它不可以直接泡在酱油里吗？啊，酱汁里面没有，我要剥壳再泡酱油。你要先冰。对对对，所以等一下两位二厨协助我的时候呢，麻烦你们拿个汤匙。没有。这可以剥吗？它还没熟，它会太软，你要小心，是不是？阿吉斯还是对对，就这样敲敲就好。帮你敲，帮你敲，那啊，我等一下呢，要在里头最少浸泡一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，吴师傅在隔壁呢，来，我洗个手好了。谢主，夏雨欣准备。吴师傅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七星炉带来的菜名叫什么？来做一个泰式柠檬春卷。柠檬春卷，对，柠檬春卷呢？对，好，好，这边把它先把它切死。鱼肉全部切丁了啊，对，鱼皮也切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完整的七星炉的肉片啊什么的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对，全部都调味包好之后，直接下去炸，直接下去炸，外面会有一个柠檬汁的寿司。那挤柠檬汁的粗活怎么没有交给谢祖武呢？没有，那个不算粗活。刚才吴师傅讲，其实那个是很需要脑子的啊。对，他是需要脑子，所以夏雨欣他比较有脑子，他要做这种比较困难的工作。香菜跟他的刚才七星炉的鱼丁，洋葱，对，和大概将近五汤匙的洋葱，姜末一半进来，一大汤匙，对，一大汤匙，另外一半然后放在这个酱汁里面，胡椒粉，米酒一汤匙。盐巴，这个鱼骨会利用吗？鱼骨部分，等下这里的肚子啦、背鳍这边，我等下会把它炸出，等下给你们试试。太好了，炸起来！香油，真的。哎，你刚好抓粉在里面，抓点太白粉，越南的春卷皮。对，隔热垫，这个就是春卷皮本人。是隔热垫啦，对，我也觉得是隔热垫。你就拿一个什么，就是先把喷一喷，喷均匀。好奇怪哦，这些小五哥都不用做事哦。我要，还没有开始，你干嘛那么小嘞？身为一个晚辈，这样对吗？我弄，你俊哥在那边喷，不能小五哥喷的。你要跑过来这边，还是要包啊？还是要包？一直喷吗？包比较难，就把它弄湿就好，弄湿之后。没有一直喷的，谁受得了一直喷的？好，先把它对折，嗯，折过来这边，好，这边压一下，每个都懂，压一下。折进来，这边一样，把它折进来，硬很空，卷起来，好，然后压一下，一样，好，就这样过来这里，过来这边，这样就一卷，来，那来一个盘子，我来喷你，你去包嘛，你可以啊，你刚刚是说他没有帮忙喷哦，是你先，我喷的，大家回来，好，就这边先试试来，有没有很美？那它会吸收进去啊？有，已经进去了，给你们试吃好不好？来准备，提不起。研究发现，鱼翅受伤的皮肤除了会分泌物质通知同类有危险，这一种的物质竟然还可以 A 短暂麻痹捕食者来趁机逃跑， B 吸引更多的猎食者来制造混乱。好，要石头吗？随便你啊， 1 2 3 4，剪刀石头布。你们是不是喜欢这样？他是不是剪刀回放开？他是不是这样出？我是不是这样出？我赢了。你刚才听自己，现在先这样，随便你啊。1 2 3 4，剪刀石头布，刀石头布。好，没错，小五哥赢了。我选 A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 A 比较合理。我觉得 A 比较合理。胡扯。那你选一个有不糊的。你只能选 B 啊？对，你刚才也这么对我的、啊。好，没关系。哎，这样你选 A 也可以。我们同学，没有，你决定，我选 A。
好，四位中间选民，请选择。好，来，来，花花过来，我选。花花 ，come here。花花，你跟我们是一起的。我是干垃圾。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？哎，我这就麻痹麻痹。说为什么？逼不可能啊！如果吸引更多猎食者，那万一自己就被吃掉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麻痹，麻痹，麻痹是比较特别的答案。哎，那好，那好，答案是。我这就麻痹麻痹。说为什么？逼不可能啊！如果吸引更多猎食者，那万一自己就被吃掉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麻痹。麻痹是比较特别的答案。哪只鱼？那好，那好，答案是 B。啊！哇，聪明了。鱼在被捕获的一分钟内，受伤的皮肤呢，它会分泌很多的化学物质，通知同类有危险，同时还能够吸引更多的猎食者，让原本的猎食者也有危险，自己可以趁乱逃走。正确答案是 B。很棒，那香蕉等一下怎么分配？五个香蕉对身体好，吃那么多温泉蛋，胆固醇很高的。这个酱好厉害哦！我再也不会听你。好，等一下我吃，我自己吃。三位来，不要吵架来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是我害了花花，我吃。你选一个 glitter， 随便 C 好了。不过你选一个。没关系，我只要负责。那就 C 了。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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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 C？ 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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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确定啊？ H 好。啊。遇到转弯转去哪？转到八根胶。六。这是第一根哦，放这边哦。好。这第二根。不是，我们现在要全部吃，还是我们要计划？吃完第二根要休息一下。因为这已经是我来西南大主厨今天第三根了。我什么菜根还好，我跟你说，三根要高一点，三根打一下就有。哎，你不是说三根要打，对，三根要打高一点，打高一点。我们隔壁啊还有试吃，来 ，Melody 花花过来，准备。完了又要吃香蕉了。题目是，来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墨西哥冻鲈鱼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他们竟然能借由什么方式探测周遭的环境 ？A. 摇动尾巴 ，B. 张合嘴巴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还有抢了，我先不抢，还有成品，不抢，你要等他，猜错。开合嘴巴，为什么？我本人就可以这样，我闭上眼睛，我就可以知道周围的环境。那你现在环境怎么样？那你选个 A， 你闭上眼睛，你摇动你尾巴，看你们可以知道环境。尾巴石头，有石头，有人这一类的，我可以。对不起，你是讲真的吗？你瞎蒙的你。好，拿起来。我吃了三根香蕉，你叫我怎么去好好思考？不然我们把它当……我现在脑子里面都是香蕉了。开合嘴巴，来，中间选民，四大清单，请选择。还是我们把小五哥当反指标，他选什么我们就不要选他。对，可以啊，试试看啊，对不对？跳槽不会有好下场。那我跟着夏雨欣走，不是因为你的关系，是因为夏雨欣。我本来就是个公布栏的。那我等下输了怎么办？应该是我。因为尾巴的幅度是比较大，不行，我忠信我先生。你有没有那么坚贞啊？我挺他挺到底，他太可怜了。香蕉，等下你自己一个人吃啊。我不要，你要自愿哦，你要自愿，爱情是不能勉强的。因为他所有的那种管干都在他手上。管干谁？讲完以后呢？然后呢？他在头，在头。气什么？好，就这样子了，我们没有关系哈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就当做好就好。那赶快宣布答案吧。答案是好，答案是 B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他在感官吗？哇，很好，撑住，撑住。我就跟你们讲，我会，你们就不相信。看到没有？你们真的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超人？好，来，墨西哥冻鲈鱼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他们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或接触有障碍时，嘴巴会开始紧闭，感官紧闭张开，然后呢频率会增加两倍，通常通过嘴巴张合关闭之后，嘴巴会产生吸力变化来辨认位置。吸力，嗯，各位吃到了。嗯哼。你要开香蕉了吗？八根，不可以寄放哦。你们谁要负责猜？你管我们，我们制片要寄放。你选。你选。第一。不妙。
嗯，我选就不妙。我觉得不妙。七根，七根，绝对七根。哇，你看吧，我觉得不妙。八根，表示四条。我们记一根，为什么要用记的？我们记一根。不要记。是你头哎。可是不是啊？我说你妈妈的礼盒，我们也拿不到啊。对啊，跟我们无关，除非你拿了你要分给我们，我们就吃掉，我们就不记。我一人记四根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可是那个礼盒是你的，应该是你的。对对对，你又不会给我们。是啊，不然你鲈鱼给我们。对啊，你那个鲈鱼给我们，我们就吃。你这里就讲有几盒？一盒啊。有三盒，你们没了你们。三盒啊！哎，不进不进不进了，不进了。这里毛，这里头有些细碎的丁，金针菇啦，极少量的榨菜丁，还有香菇丁。那么透过啊这个鱼汤的炒制以后，那么把它放到切蝴蝶刀的这个鱼肉里面来啊。那这个头跟尾呢，堆叠好了以后，刚刚蒸了五分钟，蒸熟，拿来做排盘用的啊。安利后啊哈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我现在呢，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离开鱼骨头了，嗯，卷过来以后，里面肉是熟的，嗯，所以受热的时间我们四分钟就搞定了。好，那么滚上来以后，请加盖，麻烦计算计时，四分钟，四分钟，对。那我这边呢，准备一锅的水啊，刚刚。这个水当中有放少许的盐巴，那再加一点点的油，这边有这个小豆苗，对对对，多一点。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头了蒜蓉，这个蒜蓉有浸泡过酱油的啊，嗯，这样的一个蒜泥香，哦，香哦，这完全滚成的香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的，来，再麻烦笑哥来，来来来来，华丽啊。对对对，刚刚下锅的温度是怎么样？这个温度要比较低一点，大约超140-130左右。嗯，然后下去之后呢，一样就是低温油在慢慢那边。对，那因为这个整本身的春卷皮它很容易就会反黑，嗯，所以它要把它煸到，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那个生料，所以那个料头要让它熟成。好，这边我们的泰式酱部分，柠檬的果肉我们也放进来，那边有一颗的柠檬汁，两颗，然后糖。三匙，这就够了。那个不够，等一下再来做调整。点线的部分用的是鱼露，打匙进来，辣椒，哇，酱多，嗯，姜末，辣椒一大汤匙，姜一大汤匙，白芝麻。你要喝酒啊？我们酱汁啊。是不是拍戏的时候对小哥有很多怨言？你感觉对他很不耐烦？他最在演戏的时候一直骂我。他一直骂你，他一直骂你吗？有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紧张到找到他台词了。你要说。花花去背我的台词，我背号背多，他背自己的台词 NG 了六次，背我的台词一次 OK， 后来的是第七次的 NG， 又背对了，但是背错人了。你为什么要一直骂人？好难啊，我没有这样，我每天都被他骂，我没有这样，我都是很客气，每一早来，哎，大家好，这样子。他是很客气，我刚刚开玩笑了吧？再不对，他就没。伤害已经造成了，来不及了。压力太大了。泰式柠檬春卷完成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接下来组装，来这边请。他剪开哦，不是因为你知道吗？哇哦，漂亮！回去一定要试做这个。这个东西的火候质感就是用时间去堆砌出来。对啊，其他的一讲开来，不值五毛钱了，我给大家了。将功一点绝，可以了。好了，谢谢，七星工业完成了。曾经在台湾呢，创造了1年8000吨的一个产量啊，我们养殖奇迹七星鲈鱼，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，再次感谢嘉义的地方好朋友，来，请上台。好，七星鲈做成了两道菜，我们先吃阿基师这一道，好的，好不好？题目是啊，不是炸鱼柳，是奥地利居民圣诞节必吃的佳肴，而且为了在寒冷的圣诞节当天。有鲜鱼可以做料理，当地居民竟然会提早 A 将足够的活鱼养在浴缸里边 ，B 将大量的鲜鱼冻在雪地里头 ，A 或 B。猜拳。剪刀石头布，奇怪不会变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抢？抢啦！我抢。他抢。一定要抢。他一定会抢。对啊。他一定会抢，他一定会抢 B 的。但有条件的，你会
你知道有条件什么吗？Double 哦。他如果输的话 ，B。这鲜鱼整个插在雪地里冻在那儿，要吃的时候来咸鱼弄。他们为什么不放在冰箱里啊？有冷冻库啊。你知道在新疆，你要点一个啤酒，他问你要常温的还是要室温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谁吃室温的？哦，冰箱里冰的，那叫五度，常温叫做零下25度。终极选民，请选择。奥地利，因为奥地利已经吃了好几根香蕉。今天好多奥地利的题目。对啊，今天好多奥地利的题目。哇，一面倒嘞！你在支持你老公吗？对啊，你投他，你投他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我去。Melody， 你们怎么会 ？It's fine， 因为他现在太可怜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答案是 A。你上当了，蠢蛋！你一定要抢牌子，所以我先说 B。为什么？奥地利他会用炸鲤鱼当做圣诞节的大餐。炸鲤鱼。为了要确保在寒冷的圣诞节里头有新鲜的活鱼可以吃，当地的居民呢会在圣诞节前把鲤鱼放在家里头的浴缸，为了圣诞大餐做准备。正确答案是 A。拿手机哥。陈哥，推出去闪。拿手机哥，陈哥，推出去闪！哇，你看这个蛋黄的汁液都这样流出来了，好诱人哦！就这样子，啊，啊，胆固醇好高哦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要理他，他怎么会拍戏也讨厌吃鸡？我跟你说，他拍戏很人缘很差哎，对他都会闹我们，害我们笑场。你上次被打是什么时候？我差点打他。就是我毕业那年。”吴师傅来请说明。整个如鱼面蒸煮完之后呢，包里面包了这些的馅料，它就在这个如鱼里面顶香的。可是呢，完全不会抢掉如鱼本身它的该有的鲜味。那最巧妙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蛋黄的一个润滑度，就好像挖了一池很大池的牛油在挖在这个如鱼上面，所以吃起来满口香，那润滑度非常非常的够，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好像在吃脱螺一样那种油脂感。脱螺就有油脂感。这么哇哦。对。而且你可以吃下一小姐，继续再吃没关系 ，Melody， 这是我们。我要选 C。要七啊。哈？哎，七是十四是吗？对啊，有大宝。没有没有十四根香蕉啊。今天这个试吃不用猜题，就你们四个人试吃，十四根，我八根，我要记，兄弟。我再停你两根，我刚才已经三根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八根里面，我再负责吃两根。我为了你同学请你，还有一题啊，还有一题，我说过话就算话啊，那就是那一题弄完之后，我们再决定。没有，那一题帮他吃。曾国成，我同学，好，我帮他吃两根，这同学两根做的。那你要吃六根呢？你记啦，他自己有条件先答的。你不可能吃得了六根。对啊，记啊记啊记啊，来记记记的啦，记啦记啦，不要不要，记啊！你真的要吃？你今天还有四集要录哎！你加几根啦？对啊，你直接帮忙吃一根啦，来，吃下去。没老板，阿健老师你要吃吗？大家一起吃吧，我帮你吃一根。现在想吐正常吗？还剩两根，还剩两根，还是。有啊，它是柠檬春卷。雌性的加州鲈鱼不会自己主动发情，而是必须借由雄鱼 A 用头顶撞雌鱼 ，B 用嘴轻咬雌鱼 ，A 或 B。剪刀石头，我是出拳头，我出布啊。好，那你赢啊。我而且我也不用条件，我不抢，去抢，去抢，我不抢，抢一下，好，我不抢。我觉得后面应该有香蕉乘三，香蕉乘四，香蕉乘五，胜负天注定。来这边好玩，不是为了比赛结果了。这时候应该要，这是什么？太难了，第几组？地基组保佑。B 用嘴轻咬雌鱼。哦，不能，你应该用嘴轻咬雌鱼。来，四大竞赛，请选择。很难选，陈哥这次应该是对的，陈哥这次应该对，用嘴轻咬雌鱼了。他有点，没有，真的是他是对的，我们真的不骗你。我现在不管，没有，我现在选票已经够了，我现在选票已经够了。
我现在已经停止捐，在接受捐款了，现在接受捐款了，好吧，这是个良心的选举，真的不用。你确定？没有。怎么样？没有，你上次贴我脸，对不对？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。不是那种人。我觉得晨晨哥是对的。我相信你，从一而终。我靠，从一而终。答案是 A。我就说他随随。还是给你打。哎，你没有那个拿那个有条件啊，其实拿不拿结果都一样。谢谢。好了，请喝坐下。加州鲈鱼呢，在交配时期呢，雌鱼不会自己发情，所以必须依靠雄鱼不断的用头部轻顶雌鱼的腹部，这样子互动的刺激，雌鱼兴奋，顺利的排卵出来。哇，吃了！现在开始吃了。吃啊！哇，终于吃到咸的东西了。吃了。那里面馅料很像那个鸡脚，哎。嗯。这十个先抵掉了，好不好？好吃。我给你两根哈，现在没芡喽。我在耳朵旁边，忍不住我包。好，我抵掉两根了，我现在没芡了，我去休息一下。阿金是怎么说？酸辣咸鲜的调味模式呢？透过这么样的一个外表的一个米皮呢，就是酥脆当中带有很多的饱足感跟柔 Q 度，所以你在吃它的时候。啊，吴秉辰老师他处理得非常好，里面内容的馅呢，堆叠起来很多层次，可是吞咽的时候只有一个表里如一的美味，咸酸合一之下，整体的表现感觉非常到位了，超好吃的，对对，超好吃，而且节目也出得好，超香香，你这脸应该都没洗。来来来，你们要喝五根加还是四根加？加油！你选好了，我自己画啊。好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小选 AJ。对啊。A 已经到，一定到五。哎，不错哦，感觉。比较稳了。我有预感，是好的。是二。哎呀哎呀，回来，再回来，三。三。你要不要借一下我借五个砧板？新借的，可以借，可以啊，可以给他，大吉同学没关系了，借一下。这样子好不好？再借你五个，你再带一根回家。对，我借三个，我这边扣两，这还有两个，好像我就扣掉一根。OK 了，可以了，同学可以了。那就吃两根，再少一就好。我自己选一个小的。明天看看奖品。砧板是吧？好饱。哎，那等一下可以玩那个，哎，还要玩呢？哎，我们刚才还要比意见领袖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胜交，现在有三盒意见领袖奖，我们两个人来比，选这个，好，现在有四，有二，有二，哎，二四五，比大比小，赢人决定，蔡姐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决定，我要用，有条件我先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不用，当然不用。可怜的晨晨好不容易啃完所有香蕉，却还得面对怪招百出的谢苏武，究竟他能否出奇制胜，还是会再度败北，让今天所有努力都变成一场空位。最精彩超刺激的结果，广告之后千万别走开。那比意见领袖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胜交，现在有三盒意见领袖奖，我们两个人来比，选这个，好，现在有四，有二，有二，哎，二四五，比大比小，赢人决定，蔡姐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要用，有条件我先。没有这个东西。不用。不是都可以，不是有菜都可以用吗？不是。哎，你吃香蕉样子好霸气哦，一定是这个猴群里面的领头那个。你一定就是让张开来让人家帮你抓狮子那只，对不对？四星猴王。你要选择几号？你要选择哪一个？大还小啊？你快一点了。大比小快。你先选。比小就对了。好。现在是哪几个 ？B F G。我选 G good。你选什么？选 G 啊。对，你选 G。B G 要男主持人 B。我们先走 B。好，先走。比小哈。对，比小哦。谁大二谁就赢。大二的就赢。啊？走了，是中间值嘛，对不对？好尴尬，尴尬了。这个戏剧性下，这戏剧性多高？你刚选 G 对不对？
对，你只要走到二，没关系，就赢了。你会看这个太厉害了。我。这个是视觉记忆的问题啦，这是他的记性太好了，他看一次他就知道哪里。恭喜谢主获胜！小五哥太聪明了，我们比不过他的，比不过他的。你看到了没有，成哥？我们比不过他，太聪明了。他看一次板子，他就知道每一个线怎么哪里走了。他太厉害了。没没没，三位再次站在中间宣传你们的好戏。太厉害了！四位，来，忘记。好了，这出戏是我家是战国。好，在3月24号在哪个台播出？在 GTV 八大综合台，在28频道，每天晚上的8点钟。因为这个戏可以看到每个家里的故事，嗯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节目也有香蕉，不要再讲很多香蕉，是吧？对，也 double 也结乘以二，很好。希望大家喜欢我家是战国，谢谢，谢谢四位，谢谢各位观众，谢谢。祝各位喜欢看好戏的朋友天都幸福，晚安，拜拜，谢谢，两个丙级拼老詹料理大赛，胖金桥、特务林联手2打1，去碰上天兵徒弟陈大天蓝角局，创意指定食材，果然没他，豆腐变甜点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这是我的菜名，对，没创意，你真的好慢啊，你一道的都含汤匙吗？你说是不是很生气？等我一下嘛，需要稍微压一下吗？要，没有啊，这啊，轻一点，我来。冰局教练救救我！我们一起救哎，他不能做哦，不能做，教他变在什么？在什么？咖啡，自己站不到。哎，干什么？咖啡，你听得懂他们两个在叫什么吗？天雅，你做的非常好。对，那天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素食指定菜。素沙龟。陈大天关我，你以为在烤肉啊你？你们这边好很多哎。对呀，你看香蕉这么多。对呀，人家姜好多哎。姜好多，陈大天，现在是3个丙级拼我的，我配合了。陈大天，你要不要赶快帮忙做别的事？好，有教吗？我没有教。你叫大天切这个，你还要骂他？我也没教他切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切那个啊。你们到底想要我干嘛？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